华语当红一指标台湾组合 SHE 上榜理由，暌违三年启动全新巡演，综合排名第五位。我们从望着星空聊天，到后来疯过多少彻夜。眼看毕业季就要到了，好姐妹组合 SHE 也在这时应景地发布了一首歌颂友情的音乐录影带《后来后来》。在这支音乐录影带中 ，SHE 别出心裁的用漫画的形式来叙述故事情节，展现了三个女孩间的真挚友情。请继续陪伴我下半个未来，我们天天更新最美好片段。除此之外 ，SHE 也将定于六月份开启他们的2013巡回演唱会，并将首站定在台北小巨蛋举行。而演唱会也设计了很多特殊环节来回馈歌迷。落入最